小朋友，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一轮太阳。一，一，一的拼音是一，一，一的笔画是横。一是独体字。一，一，小朋友，你会用一组词吗？一生，一半，一般，一样。你会用一造句吗？我家有一台电视机。小朋友，这一张图片上是什么？两朵牡丹花。二，二，二的拼音是二，二，二的笔画是横，横。二是一个独体字。二，二，小朋友，你会用二组词吗？第二，二月，二两，二胡。你会用二造句吗？我家住在二楼。小朋友，图片上有什么？三只小鸟。三，三，思安，思安，三，思安，思安，三，三的笔画是横，横，横。三是独体字，三，三。小朋友，你会用三组词吗？三年，三国，三思，三角。你会用三造句吗？我现在三岁了。小朋友，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四只气球。四，四，四的拼音是四，四，四的笔画是竖，横折钩，撇，竖弯，横。四是独体字。小朋友，你会用四组词吗？四季，四周，四面，四肢。你会用四造句吗？